少仪。来，我们参赛选手来，请上台哦。来，接着下来呢，来，首先看到的是白队的参赛选手，来往这边请。接下来是宋森、田妍美、黄嘉万。好，来我们再这边一秒。接下来呢，还有红队的柯嘉慧，来嘉慧，以及我们的雅妮。哦，好，还有我们的 Stephanie 以及杨轩瑜，来欢迎。然后接着下来呢，是我们红白两队的小队长梁文英以及蔡敏佑，欢迎。好可爱，好可爱。那接着下来呢，要再请到我们的节目主持人，也就是金钟主持人黄子佼先生。来遛狗啊！来遛狗，来好。那当然喽，还有我们这个节目最具权威的评审老师游鸿明老师以及品冠老师，欢迎。最后呢，谢谢，欢迎欢迎。最后呢，我们就要恭请我们这个节目的评审长小燕姐。对，这次是新的赛事，叫做艾妮亚化妆品。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很开心能够有冠名，那么也代表我们节目在过去的努力有一些成绩啦。对，我们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做更好的节目了。谢谢艾妮亚化妆品，谢谢。那就我们还要向大家郑重宣布，我们以后是红白两队。对，就是有两队来 PK， 带着我们的毕业生、卫冕者，还有潜力股有两位队长亲自操刀磨练，非常了不起。来来来，我们让他们也说几句吧。而且这个两位小队长，我要告诉大家，他们排练已经两三天了，而且都睡不着。最重要点，梁文英因为昨天还是生日，可是在这里排练一天。真的还好，还好他生日不是今天，不然我们还要准备礼物。还好是昨天就过了，生日快乐啊！哇，我好开心，我的生日跟我的队友们一起过。然后这次真的当小队长的心情实在是紧张真的睡不着我觉得比以前自己比赛的时候紧张很多倍，因为要承担的责任比较多，然后当然好胜心就会促使自己压力比较大。但是我也跟他们一起习惯这个舞台，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在这里彼此成长，这样子。我想除了歌手的表演，更重要是团队的精神那蔡明佑，听说你很会想花样。很多花样想了很多。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就是对于我的磨练也是，因为其实这些选手给我的东西也非常的多，因为就像教学相长一样。然后有机会可以跟年轻人相处。我也是年轻人啊。对了，在小燕姐面前我们都是年轻人。对了，总之很开心有机会可以在舞台上，然后又担任小队长的这个角色，然后又可以抱着腊肠狗这样子旺旺一起来逛大街。好，加油加油。这次的评审其实很难评了，因为你看队长就在那里的压力很大。好，来我们两位评审老师。对，其实我觉得评审还好了，我们就是陪着小燕姐聊聊天嘛，对，然后讲一些心里面的话，讲一些公平的话，也是根据现实的状况了。什么叫是？我觉得这个两队的小队长就真的很辛苦了。他们听说呢，最后还要残忍的淘汰，就是比较输队的要淘汰掉两位队友。对，每集要淘汰两位。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就交给你们。好棒！所以他的概念就是说，来录影是陪小燕姐聊聊天，没有把这当公园呐。没有，这次的评审除了我们三位以外，现场观众也要评审，还有品冠老师。谢谢大家好。之前有担任过那个金牌麦克风的那个评审嘛，那这次正式进台式来录影，觉得还不错，就因为不用那个一直跑，就是坐高铁什么这样子，对，直接来这里就好，我也住得很近这样。所以非常开心的，因为听说台式的便当也蛮好吃的，
对啊，因为之前平凡老师陪着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在全台湾几百所的学校，我们真的把高铁当捷运在做，辛苦你了哈，终于进阶了。你的进阶就代表其他人的离开，这样你懂吗？这演艺圈就是送往迎来的一个行业。所以这个而且很重要了，其实啊，这里头的小队长如果录完这个节目，我觉得他们在演艺圈的功力就会再长大，真的，请大家期待。对，因为他们队友也是他们自己选的哦。对。自己编排顺序啊！你看蔡明又都选美女啊，很奇怪。哦，还是有个男生，好好好。对，那梁文音选的就是一个无国籍的概念，无国籍料理，下面都无。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个人的比赛，要看到队长的安排，要看到团队的精神，这就是我们未来我要当歌手两个赛事当中最重要的。是的，好。你已经讲完了，我没词了。好的，那今天也看到就是红白两队的小队长。你跟费心就讲那么多。对对，我跟费心聊二十几个分钟，跟您就没什么话好聊哎。我们聊了二十几年了，不差这十分钟啊！来，主持人。今天就是红白两队的小队长手中呢，还有抱着这个腊肠狗的气球，那我们也请把这个腊肠狗气球献给我们的小燕姐以及小刚。我送我们的哦。我们爱狗的，好，谢谢谢谢。为什么是腊肠狗呢？就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能够长长久久。对，刚好就99集嘛，哈。是。九就是告嘛，对不对？高长高姐就是能嫁告哈，这样子，这样大家都懂了吗？我以为这个梗很转很多。我以为他，等一下，我以为腊肠狗，我想多了，因为我们两个都不高。哦，因为腊肠狗是团短腿的，你不要有被害妄想症。99就是高长高，高长高就是能嫁高哈，拍起立不阳光歹意。来，我们合个影吧，大家靠近一点，耶、yeah。好，我们第二排的队要